在6月1日播出的某综艺节目中，谈到了每一位嘉宾的标签，大家面对这些标签都有很好的回应。网友们给林允的标签就是被演戏耽误的美妆博主，林允则表示虽然带货能力强，但是演员才是本职工作。其他嘉宾也一致附和表示，说明林允的副业能力很强，是一种表演。而白宇面对别人喊他大叔，他也解释了可能是因为他老留胡子，并且和众人讲述了是高中时长得太嫩，所以从那时开始留胡子，让同龄人感觉自己很成熟。这样的回答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。网友们听到白宇被叫大叔，纷纷为其鸣不平，我多久没喊白叔了，现在都叫仔仔，外表大叔，内心皮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